据媒体报道，韩国男团英菲尼提成员李成烈将在3月26号入伍服兵役。据经纪公司透露，李成烈今天将前往位于中清北道的陆军37师团办理参军手续，并接受新兵基础训练，随后将作为现役士兵服役。因为李成烈本人不希望大张旗鼓，公司不会在他入伍的现场举行任何活动。李成烈是英菲尼提组合第二名参军的成员，他在写给粉丝的亲笔信中嘱咐粉丝，不用为他担心，他一定会顺利服完兵役，以更好的样子回到广大粉丝身边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